有个十好年了，今年头一年，而且就这个有十来天了，突然火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证明大伙对这个体育或者是运动，哎，产生兴趣。但是啊，告诉大伙儿，通过您告诉大伙儿，一定注意安全。这个跳水也好，游泳也好，这是有一定的危险性。